由于硬镜材料的特性，泪液和污染物中的脂质、蛋白质和其他有机成分易吸附在镜片表面，同时干燥的表面可加快这些污染物的沉淀速度，因此硬镜需要特殊的护理。每日清洁护理需要清洁、冲洗、消毒、贮存三个步骤。把镜片凹面向上放在干净的手心中，滴2至4滴硬镜清洁液，再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或中指轻搓镜片20秒，便可深度清洁，去除脂质残留。由于硬镜清洁液不可入眼，因此需要使用硬镜护理液彻底冲洗，去除硬镜上的清洁液痕迹，最后将镜片放入镜盒内，注入1/3的硬镜护理液浸泡4个小时或以上。